记忆。好，那今天我们要来是来解锁 Disney Plus 这个东西。好，那 Disney 频道呢，在2019年11月12号在欧美地区，美国，好，当然欧美地区很多国家都有上映这部影片。那在这个台湾呢，是2021年的11月12号正式开播。好，那当然我们台湾跟香那个韩国是同步的，那香港呢会比较慢一点点，香港是在这个今天是16号，11月16号上映的。好，那新加坡呢比较早一点的，新加坡是在2020年3月就已经上映 Disney Plus。 那很特别的是，在新加坡、在台湾、在香港所上映的这个 Disney Plus 都会有个梦想之夜，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个歌曲。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湾的 Disney Plus 的梦想之夜。各位你们应该都有看过这个 Disney Plus 呢，在我的影片留言下面就会有一个连结。好，这是 Disney Plus 里面台湾的，有张妹妹跟瘦子他们所唱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好，我们台湾的在这部分你就基本上可以纯欣赏到很棒的十多分钟的音乐的部分，真的很赞。好，那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台湾 Disney Plus 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歌曲。好，那 Disney Plus 里面呢，其实我刚刚讲了它占有非常非常多很重要的一些地位。 OK， 那这边有一首歌曲哦，叫做什么Life is a movie， 就是生命就是一个电影。其实我们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个是瘦子所唱的。那这个各位可以去下面看，非常老舍的一个方法，代表台湾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台湾的 Disney Plus 里面之前还运用了这个台湾族的原住民的小朋友，好像希望儿童合唱团来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唱的反而跟相较之下香港或新加坡来比的话，真的我们台湾的这个 Disney Plus 企业是非常非常赞的。好，那我们今天聊些什么呢？在开始那个希望儿童合唱团，我们就是用了这个四首啊，用了星际大战，然后用了漫威的旋律啊，做整个的开场。所以一听到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哇，就会知道是吧，所谓的迪士尼要我们学会一件事情，叫做要和平。为什么？因为那个 Star Wars 或者是漫威啊 Marvel，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和平的概念啊，希望世界和平，而且要我们能够立足，能够好好眼看这个环境啊，而不是只是单看自己啊，而要有世界观。哦，那今天我们来这个迪士尼，在我们所讲的五个面向啊，什么叫正确的探索思考你的人生？那所以我们要学会思考。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应该在这部影片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冰雪奇缘》里面向未知探索这首歌曲，在里面你会听到向未知。其实要我们学会的一个叫正确的思考，正确思考就是我们身上上面拍出的这个第三位里面的这个。好，那第二首歌曲呢，我想要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叫什么？好，我们在这边看到，其实在香港啊，或者是新加坡。台湾都会用什么玩具呢？啊，这个我是你的好朋友这首歌曲。那其实这边讲的 believe， 你要相信属于自己价值，把你的价值活出来。哪怕是插件，总觉得它自己是一个垃圾，事实上发现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玩具。好，那里面还有一首歌曲呢，我们想要让各位就是在延伸过来生命教育所思考的，就叫确立人生的所谓目标。那我们讲的是 dream。 好，那这个在这个有他在我们台湾那个张惠妹就唱了一首那个向星星许愿，就是叫皮诺丘的这个主题曲，好，向星星许愿。这个就是华特迪士尼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要梦想，人生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好，那现在第四个呢，你要勇敢的哈，敢去做出抉择。为什么要做出抉择呢？在海洋奇缘里面，我们这里面也听到海洋奇缘的歌曲，好像勇敢的踏出去，好，去追寻人生的方向。好，那然后接下来呢，第二，好，就是我们说戴尔，好，就是这个迪士尼所提的。好，那接下来的歌曲里面，我们要去重新思考到人生的东西呢，就是什么，活出美好的生命。那么在里面也可以听到各个夜总会 Remember Me， 好，请记住我，或者是那个。Lion King 里面的 Circle of Life， 好，就是其实我们叫做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你要勇敢的去实现出来。其实你看哦，这些歌曲的安排就刚好我们也呼应过来。我们说迪士尼伟，这是上一集里面所提到迪士尼伟里面的一个什么，叫做 Think， not Believe， 或者是 Dream， 或者是 Dare， 或者是 Do， 好，这些都是在讲告诉我们人生啊正确的方向。所以说迪士尼的影片重不重要？我必须说它真的真真的非常的棒。好，那我们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们要展开属于自己人生的时候，你希望你的人生戏码是怎么样？
子的呢？好，那在下一集的这个我们的那个 Life Plus 里面，会开始陆陆续跟你们讲到迪士尼影片里面会有一些套路，啊，那个套路里面有什么是我们所值得学习的一件事情，而你也开始展开属于你自己的美好人生。